一百关的低阶侠客，看来一辈子就是个打铁匠。才10分钟就到1000关，一定是充钱了。仅仅2万关，你怎么那么强啊？如果拥有2000个熔炼器，可以开出极品装备吗？一看我挂机了一晚上，已经有了2000多个熔炼器。一看我现在的等级是28，能够抽出极品装备的概率只有0.035%。但我这么多抽，肯定能出一个吧？吸一波你们的勾芡，咱们开抽！搞错了，再来。真的开出来了，极品神装如意金箍棒，暴击增加12%，跟进装备上去试试，效率快，直接秒杀！你们快来！